众人回首世界，一场接来雷雨，即将四处接投入来酷热，天上阴魂颠簸，云雷滚滚。随着一声轰然巨响，天际霹雳响动云霄。啊！雷电又来了！我为你上山来了，一片红雾，难到顶请过去。你为什么要为我上山？因为你救了我的命。这个世界是怎样了？为什么每一个人总是介意编出一挂奇怪的故事与理由，来拉近彼此距离？咱所卖平生啊，咱认识，而且交情不浅。咱三人立场也有所为难，但一切拢巧合。如今我不允许你用死来抹煞这段情谊。哈！方才看你对雷声丝毫犹豫，用个人我是为什么吗？我也唔知，只是一听到雷声，便会勾起心中莫名一股悲伤与痛楚。这种痛是将心之刺，说不清缘由。以前的这样吗？以前我以前什么模样已经忘了。吴红，我会帮你摧毁过去。另外，这封信请您交予温记在玉金地的缥缈少年，以这关心人之所以。是素还清的行动，会呀、啊！这位朋友不是素还清，而是要来了解素还清的人，请诸位多帮忙咯。要欠一笔水币，不及边际。那这样，便请你将素还清带往金剑湖，在那个地方有素还清过往的行踪。多谢，我感觉您似乎在怕阿弥。我不介意改名，我想离开了。你不信任我了吗？这不是信不信任的问题，就是觉得无聊。你放心，行动会让你感受到不同的深度。行吧，我带你往金剑湖。此地便是金剑湖，乃论剑海最神秘之处地方。当初素还清来过，伊已鬼破金湖奥妙，但其实有一个秘密，伊并不知。什么秘密？有中死亡之气，伊无察觉，就有什么奇特的影响吗？来，你详细一观五心。你看到乌心清楚什么吗？就在此时，突然一道阴针射中素还清脑门。成功了！素还清被我射中红地线，已失去抵抗，将他送入房中，马上准备异地接收。小人行险凶是险，天堂无非我如此信任你，想未到你别有多忙，你为什么要如此对待我？为什么？No！素还清怒气上升，提来九天机会运转，定时轰鸣药，低反流，一股力量飞力不发之出，
天龙该如何化解这场误会？一旁玉手九针已不稳定，又该如何应变？数分钟脑中又是何家当？有第一连串精彩后续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报的戏《霹雳开天奇迹创新篇》第13章《金剑文》。